讲到记录第八十六篇试题，读经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这是赵神永远的计划，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计划。一词原文与罗马一章十三节的定义同字根。一章九节都是照他的美意，在自己里面所计划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十一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预定可译作计划，英文为何谓勇士神在勇士里有个永远的计划，这计划乃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定的。我们要知道神这永远的计划是什么，首先就要知道勇士是什么。从圣经我们能够看见勇士有两面，我们可以分别称为第一个勇士和第二个勇士。请线下图。 第一个勇士，天上第二个勇士，地上是约翰一章一节的太初，乃是道的太初。对于道的太初，我们不知道他的时间。道的太初乃是无始的永远，这就是第一个勇士。道的太初和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不同，这起初是宇宙的起初，是有时间的，是可以算时间的。 其他说到第一个勇士的经节是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和以弗所一章四节的创立世界以前，比前一章二十节的创世以前，以弗所三章十一节的万世以前，提后一章九节和提多书一章二节的万古之先，以及罗马十六章二十五节的永古。这些经节都是说到第一个勇士，就是无始的永远是。 以赛亚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说：“新天新地长存。”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也说到“新天新地”。此外，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说到“永永远远”。这几处圣经所说的乃是第二个永世，就是无中的永远，这也是没有时间的。第一个永世和第二个永世实际上在天上乃是合一的、贯通的，从永远到永远。 没有时间的因素，既不能算何时开始，也不能算何时结束。然而，在某一个时候，神来创造宇宙，自创世以来，时间就开始了，就可以算时间了。所以，从地上来看，勇士可以分为二个：创世以来有时间这一段，把这两个勇士接在一起。创世之前的勇士是第一个勇士，乃是无始的永远。 世间之后的勇士是第二个勇士，乃是无终的永远。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对勇士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就可以来看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以弗所三章十一节说道：“神有永远的计划。”在希腊文里，这节的计划与罗马一章十三节的定义同字根。神有永远的计划。 这指明神在第一个勇士里有一个定规，按照以弗所一章九节，这个定规首先是照他的美意，第二是在他自己里面所计划的，第三是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希腊文里，美意就是欢喜，也可以说是喜欢。神因着他的喜欢，就定了一个旨意；神因着他的旨意，就定了他的计划。 神因着他的计划，就有了一个奥秘来成功这计划。神的旨意乃是在神心中的，神的计划是显明于外面的。神的计划就是神的中心，就是神的目标。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从勇士到勇士，到在第一个勇士里的定规和旨意，到第二个勇士里完全得着成功的。 神命令的旨意与神允许的旨意，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命令的旨意，一种是允许的旨意。神命令的旨意就是命定的旨意，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是在天上通行无阻的。神允许的旨意是由神的先见预知发出的，是出于神命令的旨意，是绕过世界而达到永世。 创世以前与创世以来，一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的；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定规了的。神在创世以前究竟定规了什么计划？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父就已经爱子了。故此，神在创世以前第一个定规，乃是爱上了他的儿子。 比前一章二十节说，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子做基督。神在创世以前第二个定规，乃是预定他的儿子为基督。以辅所一章四至五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拣选人，预定名分。这里告诉我们，神不但预定子为基督。 并且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提后一章九节说：“神在万古之先就将恩典赐给我们。”提多书一章二节说：“神在万古之先就应许我们得永生，就是有份于他的生命。”这两节告诉我们，围着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神预定我们的恩典和生命。 这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神计划的成功是从创世以来的。神的计划是创世以前就定规了，但神计划的成功是从创世以来完成的。神在时间里成功他的计划。神是如何成功他的计划？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告诉我们：从创世以来，主就已经被杀了，并且从创世以来。 我们的名字就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希伯来四章三节说：“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马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说：“创世以来，国就预备好了。”因此，在时间里，神创造万有，并集基督来完成救赎，将蒙救赎者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使他们得永生，并借此建立他的国度。 这样，我们能够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神在第一个勇士里，就是创世以前所定义的。这就是神命令的旨意。虽然神这永远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定规的，但它却是从创世以来，经过世界来成就的。这就是神允许的旨意。至终，神永远的计划要成功于第二个勇士里。